吼、哦，立德真正是拄着伯乐呢，啊，看伊这么有目标哦，无得较真紧的，家己出来开公司做董事长啊，到时阵嘛，你行路都拢有风啊呢。我无讲唔对，你跑去创啥？啊，你是无看到妈的平时无介好？我就是看到伊安尼，我才想要讲一寡会欢喜的话啊。我看安尼啦，秀英啊，你先去册店顾店。你讲，即马是周末，人足多，你嘛去斗相共。我嘛爱去啊。妈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就想着我有代志要去处理啦，我处理了再回去。我妈。哎妈。哎姐，啊你感觉妈会去倒啊？我哪会知影？啊以后明慧甲立德的代志。你莫搁伫边仔话笑啊！是安怎？阿妈真无简单哦，才接受明慧做新妇呢。啊，你是无看到明慧拄只去用求婚的表情吗？我伫想，伊甲立德应该是还袂走到结婚迄步。你是讲明慧真有可能还袂甲哥放袂去哦？啊，袂啦！啊，立德即摆是总经理咧，啊，明慧嫁予伊哦，变成总经理夫人，这有啥物好考虑啊？哥再讲啦，哥拢已经交女朋友，而且还佮大做伙。搞女朋友？嗯，你哪知影？我就今仔日甲伊行做伙迄个啊。你今仔来过来，应该是立德拢甲你讲啊吼。是的啦，这个囝我无在了教，幸你啦。我一直咧甲我家己讲，虽然讲唔是亲生的，但不过就敢那差一个巴肚尔嘛。到今嘛我才知影，差一个巴肚，就天差个地。我不要教，幸你啦。唉。阿德不是咧照导游讲，囡仔唔是物件，哪有法度安尼行来行去？阿婆是要安怎？伊都唔肯听我的话啊！我若是想着讲吼，伊即马对着迄个不熟的身躯边咧做代志，我真正是愈想愈气呢。阿不过迄个不好处，伊根本就唔惊我的气死。唔管我用软的还是用硬的，伊拢袂惊。真正袂晓教是我含慢啊！我知影你即马足气家己的，即阵啊当初时哦，你讲唔去读册啊，但嘛咧买卖股票，迄当初我嘛感觉我家己足失败，这根本都无共款。我想起的是立德，伊根本都无甲王伟西放在心内，这么多年啊，我为厝跟我无暖，伊还是唔肯相信讲是高山害死王伟。阿妹，你敢有想过？你都唔肯相信，敢有可能？伊认为高档的唔是凶手，也是讲，你知影别人唔知影的原因，所以你认为高档就是害死王伟的人。你唔肯讲哦，我也袂甲你偏讲啦。但是你若是有怀疑，你就爱去找出证据啊。啊，若无你因为一个梦。特别爱你，就去相信你，伊要安怎会当接受？卡叔讲，你若是找到证据啊，啊，你就赶快进美步哦。安尼当然伊嘛是足过分的，但是你即马无证据，特别爱你，就拢听你的。安尼对伊来讲，等于是辜负高档的对伊的温情呢。安尼做敢对？阿妹，你也莫去逼家己啊，阿妈莫去逼你得啊。我哪有逼伊？啊，你无去办咯？是阿未去办。你唔敢去？谁讲我唔敢去？费你的心内根本就无挂。
卖阁甲囡仔激气啦。立德心肝来相爱，就是你这个妈妈啦。伊甲即马阁叫我阿姨呢。啊，有当时我讲哦，常常来厝内面食饭啦，伊就甲我讲啥物，伊要转去陪伴你啦，陪伴阿妈啦，较免哦，因阿妈了你生气啦。所以立德哦，对你实在是真大心，真友好呢。咱做妈妈的人拢无简单，所以妈妈才会这么伟大，对不？我才无伟大呢，我袂晓做人的妈妈，袂晓做人的太太，甚至我袂晓做人的查某囝。所以我母啊，唔知不时咧怨叹我咧跟我冤家。讲到底，我无一项做会好的。谁讲的啦？你是上友好的查某囝呢。搁再讲阿敏，你也唔通一直讲家己无好。我就是因为知影恁是好人，所以我才会选择恁来做立德的爸爸妈妈。我知影恁绝对无可能会因为有钱无钱，就来唔珍惜、无感恩。所以立德若是予恁看家，一定会变成一个真善良、真有分寸的囡仔。咱来把过去放下啦。虽然讲我知影，我无资格讲这句话。我过去哦，嘛是真固执啊，差一点仔就把一个家母甲拢散散去啊。所以我真正无希望你去失去立德。换作讲哦，你是立德啦，伊伫外口遮尔打拼，结果煞因为一个梦，你就安尼无甲伊认同，伊敢会感觉你足无辜的？就因为我是抱来的人，所以你若讲无爱滴我，就无爱滴我。那是迄款，迄个跟咱调咱长的关系哦。立德，你即摆应该就伤心咩？无我惊无计未想，即摆就赶紧传一个简讯给伊，甲伊讲求婚成功啊，甲恭喜一下。你讲明慧答应啊？手指拢收啊呢。无定着那是孙生吼，明年咱三个做伙抱孙。三个？对啊，啊你是明辉的大姐，啊陆雪是明辉的妈妈，啊我分恁两个人的福气啊，我做半个阿妈。什么的半个阿妈？你是立德的亲生妈妈呢，啊做阿妈当然嘛爱生你一份啊。看，啊讲着抱孙，你心情就好啊。所以讲哦，王威哦一定无希望看到你过啊这么痛苦，伊伫天顶嘛一定希望你过了幸福快乐，看你哦常常咧笑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。催眠